一位最好的 OK 好不好，我欢迎第一位出场。感冒吗？然后妹妹现在心机很重，嗯，一下来今天感冒，先让给自己一个阶梯，有没有？哦，今天头晕的。可是状况不好，真的会唱的，真的比平常不好。那你今天要带什么样的歌曲呢？嘿，我怀念的，好难唱这首歌。好，来到我旁边去。其实是有蛮多重点的，比如说你唱副歌说我怀念的无话不说，你要讲说我怀念的是什么东西，就是说那个精神，其实唱歌不只是技巧，其实那个精神是最重要最能感人的地方。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，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。拍手，对，我也怀念那个感觉。你觉得他唱的怎么样？我觉得很好听，而且他最近在哭吗？你是在哭吗？没有，有没有有哭吗？没有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没有，我刚刚是看到那个歌词内容，就是想到我们剧情的一些那个东西。我的妈呀，你干什么？他假戏真做吗？他自己先做的，看他歌词都带在身上，他刚临时还给我的。处理一下感情。刚你那个副歌再来一遍，我看一下你们之间，我们就知道有没有假戏真做的可能性。你刚刚那个副歌对他唱，你就保持镇定。不是，来，你站好，预备，副歌来，预备，感情。然后英姿姐刚讲，那，有刚刚念字有感觉很振奋的，预备，开始。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，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，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。好了啦，好，他们两个先报告一下，他们两个现在呢堪称是金童玉女，然后呢我觉得没有了。没有吗？哎，我觉得他都等一下，外人看世界，因为你看女生看男生啊，是直视的看。不是这样，女生如果真的对男生有感觉，通常都不会直直看他的眼睛。对，太甜太甜了。那会怎么办？女生会女生会不会太紧张？会。会害羞，会不自在。女生会的，我会这样。对，是，就是，真的。如果他这
些调整之后呢，就比较有感情。是要唱歌要有感情。好的，谢谢小新。天哪，刚刚那几位。恐怕还是要选出来优胜者，可以得到什么 ？Mac 的超高级彩妆。你先看一下。分析一下。哇，你很多这配音的成分。我觉得啊，是唱五环的。小薰。我觉得我怀念的是一首蛮难唱的歌曲，然后他后来有抓到一些感觉，然后也是甜甜的，然后其实真的都唱得很好，我自己都觉得好难。重点优胜者是小薰。